大家好，我是陈威璇，很开心这一次能够入围 New Way 的十大热门本地 K 歌奖，还有我最喜爱男歌手奖，这两个奖项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肯定，也给了我做音乐很大的动力。那我这下半年在干嘛呢？我希望我在马来西亚能够有自己的音乐会，当然这个时间也在帮很多线上的艺人在写歌跟制作，所以下半年大家可以听到一些我帮一些歌手写的歌，当然我自己也在预备，就是现在也在我的创作期，就是在帮自己写歌，为自己明年的专辑预备这样子。目前是预定在明年的3月会发行我的最新专辑，所以大家还是要给我更大的动力的话，就是持续的支持陈慧璇好不好？很希望很快跟大家见面，记得哦要投我一票，耶！